那去吧。一百。哎呦。这个鱼要炖多大会哥？10分钟开锅就好了。这边是洗好的大鲤鱼了，等会要做麻辣大鲤鱼啊。看这个鱼大不大，得有两扎多长。呀，这个鱼大。这一个鱼拉几刀去？没福，看心情是吧？看心情，心情不好了多拉点。拉好，盖好花刀了。鱼，这个要炖麻辣鱼吗？麻辣鱼，这个是个好菜啊。这个用料更大，麻椒、辣花椒啊。你先给我弄两包那个鱼料来，快点弄下来。麻辣鱼了啊，这一道啊，放点火锅底料啊。像两瓶啤酒啊，把这个鱼也喝点，把那锁紧一拉开。对，这边没货啊。这边我外面去吧。一百。哎呦。要货我这你还欠呢。你别货，你稳着，你稳着。45。这个鱼要炖多大会哥？10分钟开锅就好了。嗯，这鱼好浮啊。对，鱼好浮，鲜嘞。开锅10分钟。转转圈啊，这个鱼。Later。麻辣鱼啊，下锅了啊。这个锅要过油啊。老李大不对。麻辣大鲤鱼啊！麻辣大鲤鱼了啊！你的菜没断了，有个啥？断完了，他可不好，鱼咋的？我想打在这儿吗？这个没办呢，来，先把这个给我烫下去。我七个驴，七个驴。啊，开下的飞棍！说着咱没。还有俩菜了。